来自秦皇岛的张大力，2012年创办了自己的锁业公司。张大力一边尝试炒股票、做装修、贴补家用，一边继续打修锁的广告，并且侧重于互联网的广告。经过时间的这个推移，情况在逐渐变化，我的广告、我的业务逐渐的有所起色，然后客户也逐渐多了起来。三年来，他几乎每天奔波于大温各城市之间，上门为顾客开锁配钥匙，其中修配汽车钥匙成了他的大部分业务。如今他每天的业务应接不暇，有时一天有五六十通电话请求服务。由于张大力做事认真，为客户保证质量，在顾客群中留下了很好的口碑，他下一步计划增添高档汽车遥控钥匙的配置设备，拓展业务，增加人手，成立连锁商店。